庄下的凤尾竹啊，妞儿太好听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弹琴呀、啊，上感觉了，嗯、要仔细的听好啊，每一首曲子要仔细的听好，每一首曲子要你们要留下来听。啊，老王新年快乐，老王头新年快乐，不是老杰克新年快乐。老王奶奶，嗯，春节好。哎，对，这首曲子大部分都是遥指，遥指。再次感谢光明者哥哥，感谢送来的礼花筒，谢谢。感谢时光取名叫无心，感谢无心哥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。那、感谢，欢迎千羽姐姐，我是王奶奶，春节快乐，王奶奶又长了一岁呀、啊，长了一岁，长了十年功力呀、啊，王奶奶。来，欢迎旺伯伯。那我们的接下来哈、啊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惊心动魄的一首曲子，叫《精忠报国》，好不好？精忠报国，来，我们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公屏啊，咱们一起滚动起来啊！
精忠报国，拜我为师，拜我为师，我可能会教你弯弓射大雕。哎，我可会带学生了呢。嗯呐，那学生都被我带跑偏了呢。那上课其乐无穷啊。那学了两个小时，学了两年，一首曲儿都不会弹。会干嘛？就只会打弹弓，只会拉弓，射大雕，噗。感谢风中奔跑的猫，感谢恭喜粉丝团是为十一级，恭喜升级。古曲，想听古曲，我们刚才弹了一首古曲了，弹了一首宇宙唱完的古曲，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，我现在这个调啊哈没法转。你想听什么古曲啊？感谢时光取名叫无心，感谢无心哥，谢谢，再次感谢，谢谢，快这个教我乐谱。我先跟你们说哈，我弹琴从来不看谱，基本上是很少很少去看曲谱的。来，周五好，哇塞，不错，点个赞，谢谢。秦桑曲啊，好的，那我转个调给您弹一首秦桑曲，好不好？哎。秦桑曲是我们的古筝的一首古曲，也是一首名曲，一首专业曲啊！咱们一起来聆听，交学费，真拜我为师。你这样的，你可以私信一下我，然后你也可以关注我，然后我的师姐，我的大师姐，然后跟我是同城，她也是网络教学，她是王中山先生的这个直系的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反正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古筝演奏家，这个叫青年演奏家。你如果想学专业的古筝，可以来这个找师姐，让师姐教你。我在辽宁，我们也有网络授课，啊。想学习专业古筝，想考级的朋友们，你们要找专业的老师去教你。他是这个，是王中山先生的直系亲属，也是王中山先生的手把手教出来的这个，非常厉害的这个青年演奏家。对，哎，我的老师就是他的父亲，秦桑曲，好吧，好，来，我不在青岛，我不是青岛人，我是辽宁人。
这首曲子呀也很久没有弹了，叫这个情桑曲啊。刚才咱们的家人们临时点的这首曲儿，我也没有准备啊。来，这是一首这个我们的古筝的专业考级曲子。什么拜我为师，起名为凤凰蝉大徒弟。凤凰蝉大徒弟，那个我们家有一个大徒弟，然后呢跟了我2年，一首曲儿都没会。这大徒弟有点惨。来，感谢乌拉拉静，乌拉拉静，感谢送来的小皇冠，谢谢。感谢云，感谢送来的皇冠，谢谢。再次感谢我们的旺伯伯，感谢送来的皇冠。感谢光明者哥哥，感谢送来的蜡舞灯牌，谢谢。感谢用户5606哥哥，谢谢。不是，我们家以前有个大哥哥，他就喜欢听古筝。他说了，我天天听你弹古筝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鱼竿。你说我天天听你弹古筝，我还天天刷那么多的礼物。你说你教我弹一首，我自己会弹了，我是不是就不用来看你了？我说好，行。然后后来他就非要拜我为师，他说3年的期限我拜你为师，我就想学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，到现在他也没学会。他不来直播间学，我怎么教的？是吧？都听了我5年了，都快会弹了。你看是不是？你都快会弹了，那大徒弟、那大哥还到现在还不会弹呢。你都哆来咪发嗦拉西都在哪了都不知道。大哥泪奔。后来之后大哥说，我还是继续刷我的火箭吧，我继续刷我的火箭吧，我还是继续的欣赏吧。然后但是他还是我们大徒弟，再收徒的话就是二徒弟、三徒弟、四徒弟了，往下走。这个团队有一点惨痛啊，没都不会弹。学了几年了，学了2年了。那大徒弟跟我学了2年了，一个音符都没学会。一个音符都没学会。感谢光明者，谢谢。再次感谢光明者，感谢我们的乌拉拉静，乌拉拉静，谢谢。你不当老二，你得问老大同不同意，你得先秒了老大，你得把秒大，你得把老大拍在沙滩上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吗？那不是我的问题。那他不想学，他就想听我弹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这个调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，怎么办？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调又转回来了。天哪！老大拍不动了。对，你把老大应该换了，把老大拍在沙滩上，你就直接换人。潇洒走一回，在这个调上给大家弹一首潇洒走一回啊。
比心。哎呀呀，天地悠悠，那个什么，王周山的高徒不辱师门，但是我们的王老师没教我，没教我逗逼呀。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。哎呀妈呀，我弹琴这个弹琴的时候比较正常，不弹琴的时候就比较不太正常。这个绝招不是王老师教我的。好的，去吃饭吧。去吃饭吧。在抖音上弹古筝的女生里，静雯是我的最爱。感谢飞霜，谢谢飞霜。哎呀妈呀，等一会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夸又夸飘了。我今天好不容易沉稳一会儿的。这个是你的本性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从娘胎里边带着，你是咋整的？你我爸和我妈给我的基因就是这个，就这样的。我们可能是我们家祖先一直传到我这一代，他也是这样的。哎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光明者，感谢送来的花开浪漫，感谢我们的酷酷，谢谢酷酷送来的千纸鹤，谢谢。那这样子的挺好的，是吧？哎，我继续，咱们再转一个调，把调还要转回去。换琴了，我没换琴，跟昨天的是一把琴，昨天也是这把琴。哎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《云在飞》。感谢陈哥送来的礼花筒大队，谢，感谢陈哥。欢迎龙妈。啊，前天不是，昨天刚换的琴。长龙客，
哎，云在飞送给大家。感谢陈哥，谢谢陈哥，谢谢送来的礼花筒，感谢陈哥的礼花筒，谢谢，感谢回啊，对吧？眼神不太好，等一会儿啊，我瞅一眼，那字儿读啥来着？啊啊，回回哥哥，感谢送来的新年许愿的。哎呀妈呀，这眼睛，今天眼线画的有点小了，大哥眼神不太好。我这搁这看，这单人牌呢，是竖心牌呢，瞅了好几眼。对，今天眼睛画小了，大哥啊，别介意。啊，不准笑。不允许笑，笑要收费的，快点的。我这看的他俩字儿的偏旁和那个他回起来，他不能，哎呀妈，看不清。哎，感谢啊回哥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许愿灯千纸鹤，谢谢。哎。来，我们的家人们啊，这个约定今生无怨无悔，悔悔不后悔。你这个字儿啊，真的是，大哥别介意啊，我是今天眼睛画小了，跟你没关系。感谢我们的苹果体育视频，感谢送来的黄桃罐头。黄桃罐头，那么咱们下一首曲子送给大家一首《天籁之爱》。哎，《天籁之爱》。哎，跟我干杯，跟我干，你就要拜我为师呗，这是。哎，《天籁之爱》。
地耶，中国爱拉索，希望不遥远，层层歌声飞。卧虎藏龙哥哥啊，这个中午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快乐的康乐哥哥，还是这个名字比较顺口，快乐的康乐哥哥，感谢送来的爱的守护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毁毁，你都已经毁完了是吗？剩下的就是无尽的欢乐，来，让我们一起畅游天下，让我们一起琴棋书画游走天下吧，来一个无悔的人生吧。哎，谢谢，给你啤酒，收到了，来，yes yes， 干杯，你这送的也不是啤酒啊，你这送的是罐头，黄桃罐头啊，你这是。再次感谢光明者哥哥，感谢送来的花开浪漫。哎，感谢轻松加入粉丝团，成为粉丝团80098名粉丝团成员。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，咱家粉丝团是77000多，然后现在呢是80098，马上八万一了，还差2名粉丝团成员，我们就八万1000人了。哎，八万零一百人。哎，感谢我们的 HQ 哥哥成为粉丝团的80099名粉丝团成员，还差1名粉丝团成员就破百了，欢迎两个女孩子啊啊，多了2000多，是的，多了2000多。那个加入会员算吗？加入会员是算我们的会员这个你等一会儿啊，老师嘴有点瓢。加入会员和粉丝团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啦。粉丝团是粉丝团，会员是会员的啦。加入会员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申请我们的那个粉丝群，这是我们的 VIP 的粉丝群啊，咱们现在。努力争取啊，咱们把这个老朋友啊都呼叫回来，好不好？咱们都呼叫回来。哎，咱们这个曲调哈，最后给大家弹一首曲子，叫《醉千年》，一会儿咱们就转调了。有待遇，会员肯定有待遇的了。哎，《醉千年》。10个月你都没有找到我是吧？来恭喜我们的文雪呀，文雪小姐姐成为我们的粉丝团80100名粉丝团成员，我们现在已经破百了，我们的朋友们，粉丝团已经破百了。你还会不会再消失啊？我不会再消失了。妥妥的，今天给你们对灯发誓，给你们一个这个叫什么风中的诺言，那个不走了。没有其他的事情了，以后就可以安稳的回家过日子了。没消失，就是你们没找到我，就是没找到我而已，其实我还在，就是你们没有找到地方。那哎，怎么收我为徒弟？你等一会儿啊，为师想一想啊。为师还没想好呢，为师想一想。哎，去结婚去了。哎呀，我6年前我就嫁给了这个舞台上，我都把我的这个一生奉献给我的粉丝朋友们，奉献给我们的家人们，所以这个活吧，在5年前就已经干完了。再结婚就重婚了。啊，这徒弟还有一点诚意，是不是？得慢悠悠的，这个叫，法不轻传，师傅不能轻易的教。我想一想，我接下来啊，你让我想一想。
哎，感谢云兰成为粉丝团80101名粉丝团成员。哎，和马总私奔了啊？你说的是话筒吗？还是说我们的云哥哥？你说的是哪一个？你说的是话筒还是云呐？哪一个呀？又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我那个什么，在奔腾奔对吧，在吃辽阔的草原上，然后一群奔腾的小野马噼里啪啦地玩耍。你家话筒啊？啊，我家话筒啊。哎呀，那个，这个我跟我们家老头子那点事儿，我就不给直播间给你们讲了哈。哎呀妈呀，这个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不要老爆料人家的私生活嘛。这个直播是直播，直播我们就艺术为献身，献身我们的艺术呢，不要老讨论私人生活的了，好不好？这我们家华腾，可懂事儿。哎呀，我们不用叫马太太，不用叫马太太，那个什么，叫主播就行啊。哎，那个什么，最千年，再次感谢夕颜啊！我这一会儿好像都是小姐姐加入粉丝团的呀，感谢夕颜加入粉丝团，成为粉丝团的80102名粉丝团成员。接下来我要给我们的小姐姐们弹一首曲子，叫《最千年》。还没睡醒，我一会儿给你们唱首歌。
首曲子啊，是一首醉千年，是一首古风音乐啊，古风音乐送给大家。我来了，欢迎渴望真在。哎，感谢诚心诚意哥哥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我们的风铃晚秋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奔跑的兄弟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我们的酸心哥送来的棒棒糖。欢迎伟探敌情，感谢送来的小皇冠。敌情啊，感谢全哥送来的撩一下，谢谢，感谢云哥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兄弟姐妹们，感谢加入粉丝团的朋友们，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转调了，天天相思赋予谁呀？好好的，我们今天这个调就是转不上去了，又要转回去了。上午一直在这个调转转来转去，调不下去了。哎，偏偏相思赋予谁啊？荷塘月色要等很久呀。调，它的调正好是相反的。我一会儿看一看啊，能不能弹《荷塘月色》。
我试一下荷塘月色啊，我看看荷塘月色。哎，这首曲子啊叫《翩翩相思赋予谁》，感谢元宝，谢谢，感谢元宝送来的66颗爱心，感谢冷心，感谢送来的66颗爱心，感谢我们的阿里哥哥，感谢送来的爱心，谢谢。哎，荷塘月色啊，刚才有朋友们点的这个荷塘月色。哎，欢迎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咱们公屏啊一起滚动一下啊，咱们一起滚动起来，荷塘月色。欢迎踏雪寻梅，欢迎唐人。这首曲子哈，叫这个，《荷塘月色》，《荷塘月色》献
现找的一个调哈，这个像你什么？我刚才看到啥嘞？哎，唐人哥哈，刚才的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唐人哥点的《荷塘月色》，然后还有一首歌，可能我不会啊。刚才看到那首歌，不会弹。我弹琴到现在是正好今年是20年啊。清音菩提可以的，清音菩提就是云海临风是吧？哎，一个跑车，一个气球，差不多。你们要干哈？哎，老师看你今天我再拿出点诚意啊。啥诚意？你要干嘛？好，清音菩提就是菩提明镜，可以的。来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唐人哥送来的鲜花大队，感谢陪伴你我，感谢送来的皇冠，感谢我们的路过哥，谢，感谢送来的皇冠，谢。感谢踏雪寻梅再次送来的罐头，感谢我们的阿里哥哥，感谢送来的爱心特效，谢。水墨兰亭，好的，我弹完这首曲子，我把调转下来，我们弹水墨兰亭好不好？水墨兰亭在 G 调，然后我现在是在 E 调，这个我们先弹清音菩提，然后我们下一首我们弹水墨兰亭。感谢宁静，感谢加入粉丝团，成为粉丝团80103名粉丝团成员。今天加入粉丝团还不少呢。好的，感谢，来再次感谢我们的苹果体育视频送来的，这个哥们儿，你是青岛人吗？还是我那个东北人呢？就跟啤酒干上了，喝着酒望着天儿，快活一天是一天是吧？然后喝着酒吐看着地，能吐一地是一地。横批那个什么，喝酒无罪，你就跟大啤酒干上了。水墨雪一会儿可以这个咱们让三姐给大家唱，但是我还不会弹这首曲儿。我们先弹清音菩提啊。Thank you.
菩提明镜。哎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元宝，感谢送来的黄桃罐头，感谢飞霜，谢谢飞霜，感谢送来的鲜花，谢谢送来的鲜花。那么一会儿我们就水墨兰亭，是不是？进来之后就不想划走直播间了，主要是今天吧，我是跟着大家点的曲儿往下走的，然后你们就一直在点的是一个曲调的曲子，然后翻来覆去一直弹着重复的曲。我想把调转下来都转不下来，刚要转下来，然后你们点一首曲子又上去了。清音菩提明镜悲白发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哎，对，也叫云海林飞，菩提明镜也叫云海林飞。葬花吟可以，葬花吟可以。老师直播为证，今天拜奉禅做师傅。哎，我们那个这个，我今天拜师你要算时辰，今天的时辰可能不大合适。新年点一点快欢快的歌吧。我就说嘛，他你看吧，你们点的歌一会儿葬花吟，一会儿水墨兰亭，一会儿哎呀妈，七个隆冬墙都不赖我，一会儿又菩提明镜的，这跟我没关系，不是我的错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水墨兰亭这个调21根弦都要调。调离得有点远。Thank you.
好，接下来我们水墨兰亭啊，水墨兰亭，我再调音，调音，用女儿琴调一下音。好了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水墨兰亭，水墨兰亭就是调离得有点远啊。那个弹了水墨兰亭，顺道把云水禅心也弹了吧，可以，云水禅心和水墨兰亭还不在一个调上，等一会儿，但是他俩离得还比较近，一个G调一个D调的。嗯，感谢元宝送来的旅拍兔兔，谢谢我们的元宝。哎，云水禅心不是云水禅心，那个水墨兰亭啊。
哎，水墨兰亭，看一下调准不准啊？水墨兰亭真棒，谢谢谢谢那个。